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我是唐丹。今天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乐昌桃花杯女子甲级联赛的精彩对局。对阵的双方呢是由来自浙江队的相机大师吴可欣，直红对阵广东队相机特大师陈信林。这盘棋啊，他们两个走了一个非常老式的开局啊，著名的中炮对双炮过河。里边呢有一些变化呢，还是颇具玩味的哈，请大家来欣赏。吴可欣呢，应该说是比较喜攻好杀啊，是这个浙江队这个季羡英老师的这个学生，特别前两年啊也非常具有冲击力，现在也是保持着这种上升的势头。对，这几年的这个全国青年赛上，她也是连续获得3次青年赛的女子个人冠军。他的对手呢，执黑棋的陈杏林呢，也是特级大师啊，全国冠军。黑方拱了个七卒，对，黑方是强挺七卒开局。拱七卒呢，就是说的避免红方进三兵吧，这是最主要的目的。红方呢，走到这儿呢，有多种选择，一般是过河车，还有实战兵七进一。红方拱七兵的语言呢，也就是说，不怕对方走。左炮封车啊，当然黑方现在也是可以走左炮封车。桃花进四是很流行的一个变化。对，因为这种棋呢，黑方啊和这个七卒配合呀，这个左炮封车呢是一个啊比较协调的这种配置，对红方的右翼呢形成了一个啊强有力的封锁。那当然了，这里边呢红方也有一些这个可行的这个策略啊，他比如马八进七。将来一个是炮八平九，还有什么马三退一这些手段，都可以。就是这个呢，也是黑方可选的一种走法。黑方实战走马二实进战三，他是直接就跳马。堂堂正正的平衡马，就是让红方再选，红方就选了一个双正马。双正马呢，仍然是按部就班。黑方呢，这个时候就走炮二进四。单炮过河啊，现在先过来一个炮，因为这个棋呢，黑方炮二进四呢，也是理论上呢，认为呢就是最具反击力的这么一种走法。如果你补象，虽然说也可以，但是感觉呢有一些的消极。进炮呢，直接呢谋求反击，也看红方的应手因为红方呢这个马七进六，就是我们有些业余爱好者就经常走这样的招。就怕对方压马，那对方把这兵打掉，啊，这个走法呢也是可以。红方再出车，这是最老的棋谱。如果你再车一平二，平二，他再把你再封住，啊，当然黑方呢也不见得非要出车，也可以补个象，也有炮八进四，多种选择。所以说，红方的这个马七进六呢也是值得探索的一路变化啊。红方实战呢就是走的兵五进一，从中路上呢威胁对手。那么黑方这个黑时候方正好再过河一个炮，这样就形成了双炮过河。双炮过河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啊，流行呢，据我所知呢，已经有70、80年了。这啊，样，在那个杨国林啊，杨老先生那个称雄的时代，就对这些变化就非常的喜爱。红方走车九进一，那个时候啊，杨老先生在他这个《逸林新编》所著啊，都是直接走象三进五。直接不像，对，但是这个动作呢，显得就稍微有一点儿，啊，迟缓。那么黑方呢，后期就改走炮二平三了，直这儿可接以来，快速亮车了，对，压马打象是一个先手，这样黑方显得非常积极。那么红方必须要补一手棋，然后再黑方车一平二，再把车亮出来。接下来红方车九平六来占肋。占肋呢，它是最主要呢有几个战术后续。对，这直观的肯定是车六进六捉双对，马，就是这个进车捉双马，还有一个呢潜在的，就是巧送三兵，然后升车捉双炮，这么一个威胁啊。这个呢，就说这个慢慢发展呢，对这个棋呢，黑方也进行了很多种啊探索。这个棋非常复杂，黑方呢有先走炮三平六的。啊，就先把这个炮躲开，准备炮六进一反击。
这个目前呢也是非常流行的一路变化。还有走车二进六，车二进六准备弃马、啊。对，如果你进车吃马，他就飞下，他就不要了。你再吃马，他再支势，把你这个车呢扣在底下。对，这个局面呢，应该说也是双方可战。是，专业棋手呢，都对这些变化呢进行了很多次的演绎，应该说双方机会相当吧。嗯，本局当中呢，黑方呢又老谱呢翻新啊，他走了一个炮三平五，直接来叫将。对，然后这个将军好像也是这几年，就是黑方选择了一路很新的变化。以往都是就是这样的，以往他是车占四路类，然后这儿有一个将。嗯，占四路类呢，就是黑方这个将呢，就是恰到好处了。对，因为你要补。当然，这个棋最主要是什么？你看他一蹬，他一将啊，他没法去支势。他得炮平二，对，拦上。这个棋你要直接支势呢，他车吃掉你，你蹬呢，他打掉你，由你这个车啊，别住自己这个象眼，中炮没有根，你不能把棋进五蹬。所以这个将呢，应该说是一个好棋。但是这个局面将到底成不成呢？我就着你刚才这个话题说啊，是这个棋呢，实际并不新颖啊。这在80年代呢，就有很多棋手在尝试，但是后来呢，就没有人下。认为呢，这个黑方的形势呢，有点吃亏，所以就把这个变化呢，慢慢的就淡化了，就是走的人少了。是，但是发展到现在呢，有的棋手呢，通过不断的啊进一步发掘呢，又认为黑方呢具备这种抗衡能力，所以又把这招拿出来了。看来这个就是最近两年又有人走。对，看来棋就在不断的这个研究。对，因为有一些观念啊，大家也在不断的这个啊探索检验到底是否成功。是。那么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招棋呢还可以。嗯。就是说他通过简洁的手段来阻止红方先手的发展。这是黑方这个将军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避免了很多复杂的变化。对。那实战当中呢，红方呢，显然呢，这个吴可欣小将啊，对这路变化呀，心理准备不足，他就用马蹬了，结果这个棋就走坏了。马蹬掉的话，这些黑方可能很轻松地取得一个可以抗衡的局面。不仅抗衡，这个棋就反先了。还反先了。啊、对。嗯。这马三进五是一个坏棋啊。是。这个棋红方呢，应该补一手士，那他只有吃，那可能车二进七，红方再去蹬。嗯，啊，我们大家清楚的看到，如果这个车的话，就不行了，这儿白打了，打了以后他吃这个中炮，你不能蹬他了。正好车别的象眼。这个车呢，就是红方可以这么走。对，因为你要是打的话，我吃了你车，我蹬了你，我兵种好，而且把你这个两个车都杀回头了，啊，这个左车杀回头了，所以这个棋呢，对方就是要走车八，车二退一。车二退一啊。嗯，因为你对三兵，他有马七进六。红方可能也是进车捉，红方去捉，嗯，这个棋啊，整体的来看呢，就是双方呢接近均势，对，嗯，但还是红方可能有一定的，红方先手也不是那么大，他比如花瓶打掉你，你只有吃，对，车吃车，然后他蹬掉你吃，人在补个象，嗯，你吃兵，人家在马八进七，这个棋基本上均势，基本上，啊、哦，就说局面啊，通过大量的对子的简化，红方略好一点，对。但是呢，也好的不多啊。看来就是这个老谱也是经过大家的研究啊，也看出黑方能走出这样。对，我们把这变化呢给大家摆一下吧，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个新谱老谱没人走？吃换掉。吃。嗯。飞象。补一手。吃。马八进七。嗯。这个棋啊，吕钦老师走过红棋，曾经取得过胜利，就是这么一冲。这个棋黑方如果卒不及，这个棋就难下了。他车七平三压是一个先手，马对，他马还得逃回去。对，这个时候呢，黑方呢可以考虑让红方这个中兵拱过去，他走炮五退一。嗯，如果你再兵五级，对方的马七六，把这马跳出来，这种走法怎么样？哦，等于说牺牲一个卒的。但是换来了这个马的灵活，对，因为你红方这个马上不去，是，对，所以这个棋呢是值得呢，大家呢这个探讨。对，以前看过，真的是就感觉上就是吃掉，他把你这个马压回去，这个棋吃亏，嗯，这个棋你的马还要退国心，我退国心我回去，退国心吧，嗯，反正这个棋
感觉红方呢机会要多一些，可能还有再占肋，对，以后还可以出将，这样对，这样红方的机会要多一些、等于说最主要的是黑方不能让自己的马位太差，嗯，所以总之呢、这个棋呢就是比较正常的变化，双方呢还是有这些攻守，可能在残局上还有更有些细节方面大家还有更深化的，对，在实战当中呢一看这个吴可欣对这个局面啊准备的就是不足，对这个局面认识呢也有存在一些欠缺，他就直接把它蹬掉了，这个棋呢就让黑方呢比较轻松的呢取得了反先的局面，那是将军叫一将，那必须炮五平二了，对，只能炮，不然丢车啊、黑方这个时候走了一个炮五平六，陈庆林把炮躲了，实际上不用躲，黑方可以直接补一招七象，直接象七星，可能更好，让你交换我也不怕，我这交换交换你吃这个象还要丢，对，因为你车六将不能捉，捉他又打这个兵，对啊，他这个棋捉倒没有这个打兵了，对，所以这个里边是有差别的、看来这个布局这个平六路和平四路车还得去进一步去学习探讨、就是平这边补象呢也没事啊，他捉的时候因为他还吃这个呢，是他直接逃炮了，对，直接躲炮，然后他也是进车捉，这个捉呢也不好、因为这个局面啊他是想着赶紧要保住自己的八路炮吗，对，这个地方红方还是应该炮八进二，就是说尽管也不满意，但是这样呢还维持这个局面的大致的平衡，对，就是黑方呢也暂时没有什么攻势，黑方可能就将来红方可以车二进一，然后再想办法摆脱这个牵制，是因为这个转化呢我们往下看吧，就说这个棋我们能看到啊，对，那他现在也只好吃，你不吃 对方打你了你白走了，是，那这样黑方把这个炮吃掉，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换，红方打掉、这个就是简化，转换完以后呢最主要呢还要看后面的形势到底谁更有利，那这个局面就是什么，最主要红方的阵型散，它这个象你不能象三进五，因为对方打边兵这个下底炮，对，这个比较麻烦啊，还有炮六进一啊，所以说这个棋红方不能去逃象，当时还你往边上飞呢，这个阵型就更松散了啊。是，所以说这个局面呢，就是黑方呢反先，红方可能相对好一点，应该马七进六，马七进六这儿有兵五进一啊，还有下底炮，将来最主要它防止他上马，他上马。可以啊，有这个动作。那他可能怕他车八退四。车八退四，反正就先把马蹬进去。蹬进来了。对你杀一将，他在博士。对。这个棋呢，就说的红方呢，还对黑方呢有一些威胁。那红方马要快一些。对。但是黑方整体来看呢，也是形势不错。是。而实战当中呢，红方先下底炮，他这个马七六就走不上了。他可能是老是想着这个自己的车马炮在一翼有一些攻势。黑方的马等于先上来了。对这个棋呢红方有一些尴尬，他走车七平六，对，他又把车绕出来，黑方不是他有车六退二，这看起来呢是一些先手的手段，但实际上黑方呢有非常好的办法呢来摆脱这红方这个捉双，对，正好车六退二有个捉嘛，黑方马七进六，对，因为你吃象都没补嘛，你现在吃不行，他挂角，红方没办法，他把八路炮退回来了。对他当时，对他直接就回到这儿了。可能这个地方还是补一招士更加效率高一点。对，显得好一点。因为这个士总要补嘛。这儿呢，黑方把六路炮呢退回去。对，他炮六退四。然后红方车六平四来捉这个马。对。这个地方啊，黑方呢，他走了一个车八退一，这个棋走缓了。对，这但是从其直观来讲，肯定是要用车护住这个马。其实这个时候黑方有一个强硬的策略，走车八退二，这个可以选择下车炮残局。是。红方如果打肯定不行，他将因为正好八路炮也丢掉，对，丢炮，那红方只能吃，黑方可以把这个吃掉。那红方可能炮八进四。那黑方可以一将准备吃中兵，那你垫车，他再吃象。这个局面呢，就是黑方先得一个象，是，红方呢，应该说这个残局呢有点累，你打中卒，他车一退一，黑方多一个卒，还多一个象，这个残局下起来呢，
应该说黑方的胜机呢还是比较大的啊、哦、所以车八退二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换子的战术。 对， 对，这是一个很强硬的招法、嗯、对，当实战他走车八退一，结果被红方车四退一退啊，他这个时候呢他先走的马六进八啊，他先把这个马跳了，是，然后红方走炮八进四，对，炮八进四、嗯、黑方车八退三来捉中兵，如果你打他杀将，嗯，红方就补了一招士，是，这对，这子儿双方都在腾挪，嗯，本来是以为是各攻一翼的棋，对，那现在变成一个嗯互相调整自己的子类位置一个局面。这个棋就是说尽管黑方走缓了一点吧、嗯、但是他还是占一点优、嗯、因为红方这个阵型松散，主要红方这两个象位置太差分家了啊，对，其实这个象棋啊也必须要协调啊、嗯、必须要和谐，我们经常说这种理念、嗯、实际上就是说你子子能够相连就协调了，对啊，当然还有一个配置搭配、嗯、啊，那你现在都分着家呢他肯定就不协调，这个有时候这个道理呢一想其实就能想通，那这个象在这儿的就好多了，在这儿的话看着就是局面是这个就啊红方就安全了很多、嗯、对，这个局面呢就是黑方呢应该抓住红方这个象啊分家的特点呢走炮六平七来攻它，平炮打，就说如果你飞象正常你补呢 对方这个马它将来就能回来、嗯、啊，然后再马七退六它有好位置，对，这儿呢对于红方来讲呢就是啊还是压力比较大，但实战当中呢黑方走了卒七进一，嗯，那这个他想过一个卒子来参战，对、啊、准备卒七平六打车嘛，嗯，那后面的这个招法具体在终局战斗中是有一个什么演变的结果呢？我们稍事休息啊，请朋友马上回来。好，各位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个对局啊。红方呢，嗯、这个时候就车四进四了，对，避免他卒七平六，这是好棋。黑方再退马，嗯、这个中兵呢就丢掉了。嗯、这儿等于红方把这个中卒打回来的，应该说局面呢得到了啊极大的改善。是。然后黑方马七退六，退马。这个时候啊，红方啊，这个走了一个坏棋。啊，对，他就是说形势判断呢失误，他可能是认为这个棋啊问题不大，对，但是这个棋实际上他又出了故障。其实红方这个棋呢，就是应该把这个中炮保住，因为这个中炮对对方还是很有威胁。可能我感觉就是红方就觉得这个黑方这个车马炮兵在一翼有一定的威胁，所以说他想尽快的交换子力。嗯，但实际上呢，这个棋红方退了中炮呢，嗯。反而对黑方呢有更多的威胁，对，如果你炮六平七啊，他就可以先吃一个兵，看你这个态度一样，那我就最简单的啊，红方以后都有一个对局啊，除此以外比如说你出将他还可以对叫一将，那我再进了，嗯，这个上马对攻呢这也很难说啊，对，所以说这个局面呢可以说就是一个会有顾忌的局面，对，啊、最就是最主要，红方一吃卒，最、嗯、任何情况下我都可以来对局。那我这个，嗯，红方丢个象，这是一个什么残局？丢一个象，我多兵啊，多兵少象。这种残局呢，你马炮兵呢，肯定行不成杀棋。是啊、嗯，所以这个地方红方应该保住中炮，形势就不差。结果他走车四进一，他是选择了一个车马兵的一个残局。对，这个车马兵残局呢。嗯，明显呢黑方呢形势比较有利、嗯、对，然后他吃掉，然后红方是走了一个车四退五，嗯嗯，然后黑方马五进七，对，然后红方是兵五进一，然后黑方卒七进，哎，其实张老师当时看到这个棋的时候我在想，双方都过一个兵，都是车马卒，但是这棋就是因为红方的这个马位不如黑方的马位好，还有一点就是，嗯，就是红方的这个车位也比较高，那么这个棋红方在防守上是不是也是有一定很大的难度？对，这个棋的马的位置太重要了。
对、啊，红方首先呢还是两个象呢分家，是要象在中间的话还更好一点。嗯、但是这个棋呢、嗯，就是说红方如果走顽强了呢，倒也不见得肯定输。哦，啊，是啊但是呢就是难度大。对，当时就是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防守。他平兵，然后他上马，然后他上中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捉我再回来，是那黑方就进车来去寻求这个杀招，红方退士、嗯，黑方就把这吃掉啊。对。其实走到这儿呢，就是说的兵卒是一样多，但是黑方呢先吃了一个象，红方呢他实战走马五推四呢，这个棋呢就基本上走败了。这一招他是想赶紧马四进六这个交换，他想换马，但是换了马以后呢，他会丢兵，丢兵呢这个残局呢就很困难，所以红方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走下兵。那黑方可能车七平九，那他无论他平哪儿吧，就是红方上马。这儿蹬着兵，对，正好吃回来。啊、然后这样，红方在兵四平五，去准备，啊，兵五平六什么之类的。这个棋啊，主要这个马的位置比较好，前可以铺双向的卧槽，后边可以盯着这个兵。对。这个棋能够极大的延缓对方的攻势。那象五进七给你盖住你啊，正好兵五平六，那我这个卒也丢了。是。所以说这个棋呢，红方呢，尽管。处于下风，但是呢，对对方呢有威胁。你如果对卒，我都把你拱掉，然后再兵五平六，将来有机会，这个兵还有可能要下去。是啊，就说的红方呢，不能去一味的采取这种消极的防御对策，可以积极的争取呢，用进攻呢来代替防守。这个就是典型的以攻代守，这是一个理念。还就这个残局这方面，还要多去这个。研究啊，对红方呢就等于过于消极了，马五推四了，他想赶紧简化局面，但这个棋呢偏偏呢他合不了，是红方在马四进六，对方又车九推三，等于这样黑方呢无论怎么这个演变啊，他都剩下车双卒对你的单车缺象，啊这个残局也是对。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黑方车双卒，两个卒主要能拉上手，对你这个单车缺象的这种残局呢，你是很难防守的。如果有这个概念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棋不能这么选，这么选呢就太危险了啊。但是他这个时候在马六进五，他又肯定又不肯了，因为这里边走了好多步棋了，但是目前来看可能换了马还真是没有希望，还是应该马六进五。就是说尽管不行也应该这么去拼一下。实战当中呢，红方可能觉得这个残局有机会守和。对，来看一下这个残局。对，因为你看这个棋它还有这个兵啊都没有解决。对。对于这个防御方呢就是难度更大。那这样黑方就。黑方是卒九进一。这个棋 我当时临场看它是应该先走兵九进一要好一点。哦，先。但是这个棋呢依然是不好和。就黑方也可以就加快速度，因为我车双卒，他这个卒的总是能保两个卒，对对，所以说这个棋红方就，红方是他是这种补了一手，他补了一手，人家黑方卒一进一，对，然后他红方下兵下兵，然后他卒九进一，他就车将一军，落势，然后他拉住，黑方这招也走得很好，对这个脱钩的关键，因为你回向对方还可以车九平三。对 他杀一将再决战决赛还是能保两卒，他实战也只能回象了，他看反正走什么都是最终黑方呢就形成车双卒，对车双士，好我们来看啊，他是车九平三，对车九平三，然后吃掉他杀一将，杀一将落势，车三退三，然后车一退一，他先拉住，对他要是先平兵的将吃过来也不行，把他吃掉，他兵四平五，然后兵四平五，让他双方就加快速度嘛，来看这个兵能不能吃到。结果黑方肯定是能剩两个卒，对，正好够上了。怎么下呢？他都是剩掉两个卒。对，车双卒对车兵俩士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黑方必胜的一个残局。对，然后他走这个，他吃掉。哎，该黑方了。他是平卒中卒，平卒啊，不是，就进一。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捉他，他有可能车三平五。然后两个卒就直接连上了，就这两个卒肯定是能连住。
对，双方后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最终的一个棋。嗯。就是大概下成这样子，然后黑方就可以把卒冲下来。对，他知势。然后知势下兵，就是红方也只能这个看看走走闲棋。嗯。就是说黑方呢，这个要点呢，就是要把卒呢勇敢的冲下来。对他平兵，他当时过来准备是一卒换俩士。对，这个要点。弱势。你可以摆稍微慢一点，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嗯。就是黑方的要点呢，就是卒换两个士。对。然后呢，让红方呢顾左顾不了右。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车可以护住一个兵先冲下去。对，挨着这个。这个挡不住，他两卒并着下来，有时候这也可以。对。主要红方没有俩象，就很难去，四两边都漏风。他是最后，他只能落势，这个棋就挡不住了哈。对，车五平四也没办法，他怕他车占中，啊，车占中他下来，车占中落象，对，车占中直接卒自己一拱就可以换两个士。对对对。总之呢，这个棋啊，嗯，黑方呢就是有多种进中的方案，对，红方呢总是不好和，因为红方首先这个兵不能丢。这个兵如果丢了的话，人家把车对了，你都输。是双卒必胜双士，啊，因为双卒呢，它卡住位置以后可以一个卒换两个士。哎，对，正好这个棋黑方能不能两个卒从中路这个突破？就有两个卒在中路。这也可以，他如果黑方车占中的话也可以。对，我们看这个最终的实战过程，他平车捉兵。对，红方也只好保，因为你躲兵，他直接还有这个撞将。有一个士的棋。他是走这个哈，对，他车四平三，车四平三了，现在又要撞士，是不是？对，撞一将，你一舔一将，你不能让他换两个士，你只好直士，他再平过来。他这个两个车来回的绕，嗯嗯，就说这个棋你左右不好守。他当时是弱势，但是车五平四，还是可以车八平五。对他主要是不车八平五没用，车八平五没用对车嘛。对对车啊。你，他顽强一点，确实应该车五平四。车五平四。对，要好一点，啊。那可能你车五平四，我也可以先补手士，对，还没棋走。对，红方不好动。嗯。现在主要就是一个卒换两个士。嗯。最后下成。实战呢，红方是又回士了。对。那对方这个卒就下来了。是。这样呢，你就两个士都没法知道。嗯，你十四进五的话，人车一将撞士；十六进五，人车八平三，绝杀了。对，所以这个棋走到这儿呢，就没有办法了啊。嗯，红方最顽强，应该先车五平四好一点。就是刚才啊，对，对，刚才就是不落士、啊。对啊，但是他卒五平四，他可能怕他卒四平五。嗯。啊，下步要卒五进一冲下来。对。你看，你卒五平四，他会卒四平五，这个卒这么冲下来，将来点车、啊。对。你要是退车守呢？你也来不及，人家车八平五这一战，对这个主要是没有俩象啊，嗯，所以说这个棋是官输，没有办法，嗯，走到这儿呢，对方卒四进一，这个卒下得很好啊，对，最后一步棋呢，他是走的车五平四吧，对他当时是平了个兵，啊，兵六平七，嗯，来不及了，对方对正好一将。因为走到这儿，红方就认输了啊！对，你吃掉他车八平三，你进帅，人家卒四级。嗯，啊，这个棋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车兵啊，双士啊，嗯，无法守和这个车双卒。对，他这个兵呢，肯定不是两个象的防御。对，有一个兵也没有什么。单车四象全呢，刚好能够顶住车双卒的进攻，还要守得比较严密。对，在这个全国大赛当中呢，也有这个失守的。是，但是车。士象全可以守住车双卒，对，这残局还得多学习学习。嗯，因为单兵呢，他肯定不如双象利于防守。对，啊，那好，那今天这个女子象甲呢，乐昌桃花杯的这个精彩对局呢，就为大家呢讲到这儿。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好，亲们朋友，再见。嗯。